动作解谜游戏《战舞幻想曲》，让玩家带领四名个性及战斗风格迥异的少女们闯荡迷阵。像是手持长枪的艾丽卡，拥有平均的能力；猫娘绿则有着超高的攻击和移动速度，而且他们各有各的奥义，还能够搭配不同的魔灵来战斗哦。另外，关卡中也有许多机关需要对应的角色才能够启动，像是绿可以攀爬藤蔓，而多路能够运用魔法阵传送，只要善用角色的能力，就能够发现许多隐藏的宝箱哦。